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雪域苍龙啊，咱们今天又来玩这个 MC 版的生活日了啊，只不过这回咱们人更多了是吧？原版生活日呢是四个人一组，但这个咱们做到了六个人一起玩是吧？咱们从头开始介绍一下，这位僵尸皮肤的哥们儿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榴莲。然后这个有点像小南娘皮肤的。刘南娘，嗨，我是清雪呀、啊。啊，还有这个蓝色西装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孟天，还有这个我们老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东仙。啊，我们的另一位老朋友。挂了个彩纸。大家好，我是石宽兄。啊，因为某些原因，他的皮肤没有显示啊。那么兄弟们，咱们准备好抢银行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来，面具都戴好是吧？都选好了。来，咱们就正常难度，珠宝店啊。OK。正常难度还是困难？正常吧。来，四三 ，OK， 咱直接打强袭啊！咱不需要在乎这个什么，只要咱不杀人质都行，先把人质控制了。OK， 好，直接干。啊！把这个都这玻璃全给凿了。来，切到那个手套长按右键是拿这个枪。切到手套长按右键可以把这个珠宝拿起来。对。先看有没有那保险箱，先把那个钻机放保险箱上啊，这边有保险箱可以。好，我先在上面放个钻机，我先。好嘛，这个人质，这人质怎么直跑啊 ？Q 扔出去，按 Q 可以把珠宝扔出去。好。啊，警察！来，你们把这个钱，这个这珠宝啥的全都给收拾起来，然后扔地上。等到那个货车来的时候，咱把这个钱全扔货车里去。这个油量？我丢地上了。按 Q 键丢，这什么 ？OK， 这弹药吗？没啥，咱这边六个人抢银行，压力会非常的小。Yes， 速通，快点速通啊！哎，我告诉你一下，那个按潜行是开镜啊。拖起了，你们花了二百也舒服多了呀。我这边音乐响起来了。塔塔开！我靠！还有多菜鸟！路上人质啊，先把人质都给捆起来。哎，这会儿，OK 了。哎，谁跑了？哦，真倒霉！我操！空了好几枪了！哇，看现在人质了，这是。直推过去吗？哦，对，按 Q 键是换弹啊。不行。哎，谁打我？哇，这枪后坐力好高啊！这枪，注意压点就行。你要是玩过无主之地的话，你就觉得这个枪后坐力并不算太大。走位。北齐的新郎，你该需要重启钻机，你们掩护一下，我去重启一下这个钻机。经典钻机。哎，废物跟我斗！哎，怎么没人掩护我呀？来了！哎，等一下！我靠，好多人！我这边我操，这么多你看，没事，这算少的了。你要玩过生活日的话，你就知道那里那警察多了。还有外面有个警察在这盯着我，我靠！怎么装弹啊 ？Q 键。哒。喜欢这个电景啊，这电景它会给你电的。这警察太呆了。这个难度是这样子的。这是最低难度了。哎，又没子弹了。哎，没子弹了，一点子弹都没有了，一滴都不剩了。来，我修一下这个钻机，你们掩护一下我。
好。外面一堆警察。不止外面有，我枪没上。查弹开，继续攻击呀、啊！哇，我现在一点子弹都没有。他这个打击感做的好差呀、啊，这个。对他这，毕竟他并没有任何模组。就打到这些警察身上，一点反馈感都没有。嗯，还是有点会见血。但他并没有击中反馈，他只有打到警察身上会见血。回家的时候可以换那个手套近战打警察。嗯，你不用手套，你直接拿枪近战也能打。专机来人了，专机就来人了。哎，从前那个休闲那个钻机，我操！我现在没子弹了，我步枪。哇，踢雷都不中啊！跑了。我先休闲钻机，从前休闲钻机。那你谁去修一下钻机？算我休息吧，我枪主要没子弹了。哇！哎，谁在打我？我感觉我屁股有人在阴我。这警察多呀，哎我说呢，哎呦，这还有警察，这个怎么修啊？你得切成那个手套，冲着他按右键按住啊。哦，开了，这把准备开了，拿了就可以走。拿了之后你放车上，拿了之后修建。走了。把这些地上珠宝全部拿一下。一列都不中，对，全拿走。等车还没来，等一下。怎么拿了？怎么拾取不了啊？拿你直接走上去就能拿了。要切手套。你有了，你身上有了，你身上有一包子。对。好吧，你打我呀，就你打我。等会儿那个货车来了就可以直接送货跑了。还有没有？这边还有一堆特警车前面。等待交通工具。就是放那里啊。那是我们扔那里的。车还没来，先把扔那里。我们扔那里等车来的。人手一包了吗？等车。怎么还有一大坨？因为这些你带身上会减一束什么的。警察来了。为什么还有一包啊？不要认识。感觉简单人这还太简单了。对呀、啊。应该直接上困难的。因为我们人多。我哪个？我觉得这回这车感觉来得有点晚呢。来，车来了，来，走，把那个把钱扔你，把钱扔你。带上，我操！清完这波兵再出发吗？钱拿完了，没有，钱拿完了就可以走了，拿完就可以走了。还有好多，都拿走，跟 Q 片扔你。走走走，拿完了，上车点，撤离了。上车，走，准备上车，走。OK 啊，哦，出关。那咱们这个副银行，咱抢副银行了，困难难度了啊。OK。
来开始，五四三二，哎，走。对，换到这个有潜行吗？别打这个，别打了。哎，别无伤到人质，别无伤到人质。哎，没。哎，绑绑绑，给他绑住。哎，我穿了个甲，好像，对我穿了个甲，你能看到吗？对，我也穿个甲。有，看得到，能看到。哦，那行。啊，算开，看到，有捆钞票啊！哎呦，这门口来警察了！哦，好像不能出门口，他只能在这个屋子里头。嗯，哦，来了个警车。对，不知道这有没有投掷物，要投掷物就好。好像你只能钻这个是吧？这里都没有，好像就只能那里面能进去。里面还有路吧？应该里面还有路。肯定啊，因为就那一条路啊。摄像头，然后把摄像头打掉。怎么还不来呀？你走出去他就来了。哦，来了。啊，这个贝恩发话基本就来。贝恩是内鬼。贝恩是咱们波的，哎，哦，被从上面这不好打的，这个他要跳了一个，从上来的，我上面等他下来吧，等他下来再打吧。对，主要是你在上面打，那子弹你拿不着。哎，你能上去吧？我记得这个，就栅栏打不到。你能上去？打一下，下不去。没栅栏打不到，没有地方可以上去，好像。我记得好像。哎，这图好熟悉，感觉在游戏里，好像玩过又好像没玩。那他们是不是下不来呀？他们下不来，但是他能射到咱们。哎，修一下钻机，修一下钻机，躲起来。哎，来人修一下那个钻机。算我修，我修吧。我修一下。好。修完了。哦，这个好呆呀，用的僵尸的。AI 吧，我在下面他就往下。话说这怎么有两个前司呀？我去。哎，有吗？有啊，你这是一个前司，然后中间也是个前司。哦，好多。这上面多。对。但他们下不来，我们只要躲往角落一蹲，他们都打不到我们。但有一点在于，咱捡包他们身上子弹。对啊，很容易没子弹。所以说。神点子弹呢？为什么不神点子弹？他就打不到我们。他下不来啊！对啊，他下不来，打不到我们。我们不那我们躲起来不打他们不得了吗？AI 有对啊，对呀、啊。那不要浪费子弹，一会进去说不定很多。不用打了，他们打不到我们的。嗯，因为子弹全都被那个栅栏给挡住了。他们也下不来，注意门口就行了。这上面全是警察。哎，我怎么我身上怎么有门禁卡呀？完全不用管。门口他时不时会来一两个。哦、哎，开了。啊，不对，我有门禁卡，我直接一下就能打开了。我给忘了。哎，那这收子弹也上了。怎么那么多？对，不是警察多。车！上面车太多了，盾警。攻击他的后路，攻击他的后路 ，hold 住他，好，死了，啊，倒了，小心这拐角，小心拐角，清雪，我去捡下子弹，在上面子弹多，不是，这是按你特工吗？我操，那么肉，下面也来是吗？那个把我打了，我被电竞给电了，天哪！我躲一下，要不救救你？我还有六秒被压了。哎，不是我在吃啊，能救完了，被压了啊，完了，我也被压了，我刚慢看我血量了，关键是贴脸打不到啊，快谁来二楼这块救一下我们俩，二楼吗？对，嗯，我靠，这二楼那么多人，完了，我被压了，中间被压了，二楼这那么多，不是一定要清二楼的怪，二楼太多怪了，到时候打是打不完的。来，下来数，我可以重新站起来，跑，上不去，
我把这个盾的拉了，你们谁能救一下？救走了吗？不愧是困难模式。救走，我下去了。这比游戏，这感觉比原游戏里还难一点。因为这枪手感不好。因为他打不动呗。这枪手感不好。后坐力太大了。他不是后坐，他直接打不到。你发现？被电了。哎，发现你以后你打不到人的。扫一波。这枪手感特别差。不是破了几安全电脑吗？怎么没人在破电脑呀？这电脑能破吗？应该能破。可以啊，但是我在这门口，但是我被电了，我动不了。哎，我啊死，梦电要死啊！我死了。这晚要记啊！我救一下梦天。靠！哎，我可以能在这个角落救他，也不会被打到。哦，可以。哎呦，不行，我倒了。哦，太多了吧。确实。接连就拿不到了。这二楼还在来人。我操。老总，我被电了。先退了吧。我哈哈，就在那个后关里。哎，我觉得往天上算。没电了，没电了。好。有人要死了，我倒了，倒下了，倒了，救下救下，饮水机，我救了，还有多少条命啊？应该还有两条吧。确实，但是这关，哇靠！我操，这个盾有点难，先不管他，别打他，别打他，咱卡个 bug， 看要不杀他会不会不刷了？咱找一下看哪块是，哦对，这块，你有谁有门禁卡？没有门禁卡，直接往这一插就行。我有，快插上吧，插上吧。切到手套，切到手套。这，这块切到手套，长安就捡。OK。这里还有一个隐身的盔甲架。我靠！还有一道门。隐身的盔甲架。这门怎么开？还有一道门。这门也是个隐身的盔甲架。这应该能开才对啊！这。这可能要炸吧？哇，还是隐藏。问你看一下物品栏，最后一格谁有道具？有，应该有道具的。我刚就我没有一个道具。这门找一下，还有这个。哎，是在这儿吗？我天哪，这门，这应该是开这门吧？我看有还有没有别的门？不是破解安全电脑吗？我打了安全电脑，刚就是被破解了吧？没有吧？他还要因为我刚刚我看到电脑，我弄不了，我破解不了那电脑。我打一楼了，阿龙试一下，没用。我试，这也没用。就里面那台吧，被释放。我被释放了。青雨被释放。哎，电脑好像真开不了。被释放了。或者说那个不是安全电脑，找一下哪个？子弹都补满了，那不应该，应该是老白同学没释放，中心也回来了，他不可能在大厅用，快，我们要被打死，完了，怎么那么多？好，还点开织布机，织布机不能加密一下吗？没了，研究，哦，不对。哎，这个保险门，它这个门里面是堵墙，进去没用。哎，这有一个。哎，你们注意到了吗？这门口有一个。先把警察先看看这个。被堵了，我通不了了。我靠！我再有一枪就没了。先把警察清一下。这块。哦，这有个门，就这块。电脑在这里面，电脑在这里面，电脑就在你们这个门里面。这在里面是这样。完了，我们都是小龙虾，打半天都没人看到。我刚突然一转弯，看有一个类似于门的东西，还真是。啊，这警察有点多，我靠！
挖了！哎，这怎么点铁针了 ？OK， 那个门在哪里？那个门在哪？我靠！哦呦，这有电顶，这有。门在后面，后面中间，就在刚刚那个饮水机那里。后面，后面，后面饮水机。哪个饮水机？我这块开始看看。往前走，只能看到。哦，这个门。这块，我意外发现了一门，我操！这什么东西啊，梦天怎么进，怎么被拘留了？对，没事，还有90多秒我就复活了。我刚跑一楼了，没拉救。哎，对，你这个旁观者模式是不是能帮我观察一下地图啊？哎，谁去修一下那个钻机。我就是刚刚帮你们看地图，我刚刚不是跟你们说这个电脑就在这门里面吗？我快修了。哎，这个盾影需要牵制一下，这盾影打的话。其实有个人早早就死了，但是他在那里关机。我倒了。我就榴莲倒了。到哪了？我在二楼。OK， 我去救。完了，哎，我也倒了。你们别打我了呀，我也倒了。我操，救起来！我两把枪都没子弹了呀。OK， 真的两把枪都没子弹了。心血倒哪里了？心血倒哪里了？记了，我他妈倒一楼了，我倒一楼门口了。我还在楼门口那儿顶我，我打不着他。能救，应该能救。别掉，我牵着盾顶呢。倒一楼有点难救。救！OK， 一楼人。太多了一把，我给两把枪都没子弹了。哇，太多了，我操！啊，对了，跟你们说一下，这个保险门进去之后，有个人在里面。行。行。我去，这人真多。啊，目前被释放了，我活了，我活了，活了行。OK， 开了。走。走。OK， 修电脑。可以拿C4了，这还有电脑。我拿C4了，有点慢的这个。这个怎么打 ？OK。我是站了，被拿完了。等待破解。真造。上楼保险库，上楼那个门，那个大门。这门应该开了吧？那怎么造？刚打不开那个门，这个。不是，他不是说等待破解完成吗？等一下吧。又来一波。啊！只要炸开保险库的门，拿到 C4 了，我倒是。哎，谁上有 C4？ 我有，我没有。那你有？你拿着 C4 来这块，应该能给炸开。认不出来。你按那个。估计也没用。保守右键它，拿保守右键它。对。啊！我靠！就没子弹了。你倒哪里了？你用了这 C4 啊？他倒二楼去了，不能用吗？你看那个门，按右键试试。大门口。用。牵着蓝手套试试。没用。一楼吗？完全没用。不是等待破解完成吗？哎，显示等待破解完成。用不了。两把枪都没子弹了。应该是等破解完成才可以。别来打我了呀！我没子弹了，滚行不行？哎，或者说你们谁可以把那个弹药扔出来，我去看一下。扔不出来。对，他扔不了。好，扔不了。我也扔不去。OK， 大概进入大门，看一下。哎，好了。哦，现在可以了。炸了吧？可以。应该可以炸了。它可以用了。这显示放上去了。可以。不，它有个。这有盾影，有个盾影。好了，现在可以。操。这盾牛从背后就能牵着他，突袭他。好，
我刚刚里面点，我给揍死。还有一个东西，还有一个，帮牵制一下。快进，打开了，开了，进去，开了。来抢钱，开抢！我靠，没子弹了。来干活了，干活了。来了。哎，老按错。OK， 哦，警察来了，背这个陷阱可重啊，可沉，跳不了。货车在接单路上，哎，钱袋都拿好，哎，我被电了，我被电了，卡了，我靠，我被电了，我扫一波，我打门口了。我去救梦天，我去救梦天。真金白银，你说还真挺沉的。我就手枪了，天哪！哦，救起来！来，我有两把枪都没子弹了，我被电了，我好，能动了。快堵门口了，跳都跳不起来，我好重。这，哎呦，我倒了，我就榴莲。不好，我又被电了！我操，太多了吧！我没子弹了。哦，我起来！怎么别追我？我没子弹了。哎呀，被堵门口了，怎么办？我帮你清一下，我先蹲角落清这个电梯。嘿，我去，刚出门呐，一堆警察。在逗我吗？有事给我留点弹药，我靠！我发现弹药好像没几两。我去拿点弹药，这弹药太少了。好，走！货车来了吗？货车还没来，货车还没来。还绳索的吗？这么潮流啊！这上面老掉警察，我操！他们从楼上下来，撤离点在哪儿啊？货车还没来，我操！等下去一楼，车还没来。咱不是先把钱袋子全扔一楼呢？啊，可以，那就扔一楼呗。扔不下去吧？不能扔不下去，只能。啊，扔门口，那咱扔门口吧，这近点。我扔楼梯口。扔，可以直接扔下去。在哪里？哦，没了。你再打我就倒了，知道吗？哎，还叠到铁针了，我还真倒了。我就救一下金雪在哪？给我一个，在门口。哇，好绿啊！哎，被挡！我去，这怎么弄的警察？你，我被他挡住了，你能不能先把他杀了？清，救不了！我有个盾。那个盾警挡住了，我救不了。都先打了，一直在打。OK， 哎，没了。我这边还有两袋钱，我扔的，我刚去救你血的时候扔的。啊，完了被收押了。我被押了。下一波来了，等下一波了。我靠，就剩一滴血，那我救一下中间。哎，有谁救？等阿龙再救，阿龙再救。哦吼。可以，一楼全是盾兵，一楼全是那个。哎，这能闪电那个撤离在哪？撤离？车！一楼门口，一楼门口那里。我看到逃离了，哎呦，我来了，这完了。一楼门口那里，我看见盾了。牵着一下，我偷他。我是，这还有。这楼梯间怎么有两个钱？等一下吧。走。哦，可以走了。门口，大门口，大门口。阿龙，你没拿钱。跑！这楼梯的上面还有钱。啊！我好，我没看到钱。哦，我去捡钱，赶紧捡钱。我又被电了，我真服了。有泰森电影这老友。哦，楼上没钱了是吧？楼上没钱了。楼上有一大黑色船那里。我倒了。有，还有一大黑色船那里，那个楼上那里。你在路过那里还有。柜台这里还有一袋钱。
大门口，大门口。我钱太多拿不了，实在不行就不拿了，但是这车也可以。我觉得被抓了，有一袋钱。快，我收押鱼九秒了。走，没了没了。我剩三秒，我快救人！我死了，我要这车，谁活着直接撤就行了。天哪！我直接撤吧，完了呀！啊，撤！完了！榴莲跑！那现在只剩一个榴莲，跑不了，这差个贡献，在这儿是吧？好了。哎，我怎么被收押了？完了！我看见你不是，那是地方吗？不是他们，这完了，这左边吗？哎，就差一丁点儿，就差一点点。哎呀，这制毒吧？哎，这制毒来不？哎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那个原游戏的《绝命毒师》啊？来试试。不知道了，试一下，来呗。来，哇，极难！哎，这回正好四个人了。哎，对，刚好。不是绝命毒师，先研究一下，先别打，看一下情况。啊？那接打这不没？接打这个，这是黑帮成员吧？看着像。哎，不是，这是警察。这是警察，这看着不像警察。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这图还挺大的，我感觉。直接最顶了，顶楼有一个，这不是制毒点吗？为什么会有警察？嗯，这肯定不是上面，反正。哦，这里，我找到了，上楼，我上面放了个钻机呢，我也放了，我也放了，哎，我操，走错地儿了。不是那会儿，上楼试着试着，这一钻机，哎，我刚刚怎么上去了？这图大正好，这图好跑，好跑图这个。你溜那警察方便点。哦，这里还有保险库。哎呦！哎呦！有人卡呀！我操，走两步卡一下。对，我来了。这延迟有点高。哦。我的评价是先拿手枪，反正现在人不多。确实，没有你拿步枪打就有地方空的可以捡子弹，你等着没子弹的时候再拿手枪。我好，那子弹就他掉的子弹太少了，他不够用。你要是老捡的话，应该就够用。他是一个子弹好像是6发子弹，一个弹头。坏了，修一下，这两个门都坏了。我现在在楼底下打警察呢。OK， 修完了。这与警察火拼。哎。贴里跟他做，哎，这还有美金呢。有，他那架子上有一些会有的。哎呦，这还有警察。
这换弹有点慢。好，开了一个，开了一个。我感觉我要死，我卡，有张卡。两张卡，这还有一张卡，再来拿一下。随时杀用。不对，这里有桌上有张卡，我拿不了，拿了一张了。挂号。哎，好开了。啊，这两边直接通了。门禁卡。那个是门禁卡。这边桌上还有一个，我拿了，我拿了。是现金，现在需要找那个保险库，保险库哪里？我这里有保险箱，哪里啊？哪里啊？中线知道，然后来过，哦、上面还有。来了，你门已经开了。保险箱，保险箱不是保险库。啊，我保险箱我放在哪里？看那有一冒黄光的，冒橙光那个地方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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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。我去，这么冷啊！不是，我们在哪儿呢？在你们在哪儿呢？我来，我来了。三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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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楼。哦，开到了。OK OK， 我修了一下这个。修一下，修一下，修一下。我靠！哎，哎呦，这还有警察。好，又没子弹了，我就知道子弹根本不会用。后面后面，反正这前后坐的好抽象啊，我靠，他锯这个保险箱锯好久了。毕竟他这是没有任何模组的，纯粹就是一个一张地图拼接指令做的，一张地图加一些数据包。我靠，他这保险箱锯比那个门还久。等待直升机。不会里面就两个珠宝吧，这锯开来这、嗯、太那不太一般都是。那不太亏了呀。咱们先要等待直升机啊，但愿这个直升机不会坠机。老大哦、也没准是老二。真的好慢。对，这锯了多久了？哦，这现金还不是珠宝。行，哎，锯开了，拿都拿拿拿啊，就这么一点点啊，我这拿不了，每人就好像只能拿一份吧。哦、哎，我拿了，就有两个人能拿。嗯，那直升机在哪儿呢？我靠，不知道啊。等着，等待会儿来，就在这儿提示给。等待左巴扬吧，看左巴扬。应该就在左巴扬。没准这直升机在接科比的时候坠机了呢。传奇一张左巴扬是吧？我在路上了。哎，可能不叫左巴扬，这叫比莱。可能有 C 四，哪有 C 四？这怎么这么多帽？哦，这是放 C 四的地儿，好像是。在哪儿放呢？哎，这是要去哪儿拿 C 四吗？谁身上有 C 四？我没有，我身上没 C 四，我没有。这里可以放 C 四。满大街走 C 四，得身上有 C 四才能放，好像是。我靠！我要死了！我这里吸引了一坨怪。你在哪？你在哪？你在楼下。楼下。
头下我就管不了。哇靠，一堆怪物。我不是还有 CS 啊，不是那个榴莲当时怎么放 CS？ 就你得找一个 CS 堆， CS 堆一般是三个 CS 堆在一起，然后拿到 CS 以后用 CS 啊，或者是那个蓝手套右键它规定的地方。我大概知道直升机在哪的，直升机在顶楼。主要是顶楼顶上楼，这里门开了。对，就这个，然后门没开，可能得到时候现在就需要 C 四才。现在是不是找那直升机扔 C 四了呀？哇，这找不到我，没有啊。我操，好多！这警察真多呀，清了，肃清。我靠，我想买散弹枪。但得干等级了。哎呦我了，杀死平民，本来站平民。哦，我好像知道在哪拿了。我看这个地上有很多这个 C 四包。哦，在外面拿 C 四，这是吗？我大街上。哪儿啊？大街上。 OK 拿了大街上有飞机。喂，他要说去哪里安装吗？那有指定地点。真有吗？哎呦我那个拿来放呗，放 C4 呗。哪里放？哎呦我操，空枪一梭子。孩子们我来了。哎，我好像又走错地了。没事，没有走错，这会儿安放都拿了吗？我已经安上了。我也拿了。 OK， 正好就三个呀，这个还差一个。哦，这里是门外哪里。哦，我在安，没事。 OK， 哎，这后面好多警察。 OK， 走了。打不到，等他大，离开这里，他让咱离开这。跑了。完了，炸了，没人了。哎，我倒下了，倒哪儿了？干死我！救命，我倒了。哎，倒哪儿？这门口太多警察了。你到哪了，阿龙？门口这块儿。一楼门口在哪？我好像看到了，迷路了。榴莲看一下我，榴莲救一下我。榴莲救。你在哪儿啊？哦，没事，那梦天看一下我。我看到了特别长的名字就是了，嘿嘿。OK。我操，好多子弹。对，我操，我先跳不了，我拿现金呢。哎，这地方有钱吗？有，咱炸了哪儿呢？都白炸了，对。不还有吗？等点直升机。那直升机把它拖走。这，不到呀。这看起来像金库。等待直升机吧，对。这貌似不直升机直接把这个调走吗？我觉得应该是，应该，因为他这玩意做的挺抽象。哦，来了。哎不，我看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我来了，看这上面的是，我看上面有。哦，可以上楼顶了，可以上楼顶了。应该会掉走的。哎呀，那警察怎么跑比我还快啊？玩意儿，那么火急啊？对，这门好像直接炸开了。
美金扔过去。哎，哎，这是不是把美金扔上面？我反正刚扔，哦，扔过头了，不是扔上面，是扔过头了。哈哈哈！啊，我掉下来，完了。把顺便捡那个美金。哎呦，我掉了。主要背着美金太重了。哦哦哦，看到了。哦，撤离点在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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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不是撤离，把钱扔进去，扔钱的，扔钱的，扔钱上去。好，果然是给他跳走啊，给固定起来，这是给人固定。Why？完，我操！完了！我要死！我要死！给固定住，就给这玩意儿跳走。你可以离开，或者说。但直接走，我直接离开了，再跳上面来。撤离点在上面，撤离点在上面。还真是掉走啊！这应该确实是这样的，再跳上来。哎，哦，那会儿那会儿，在这儿，在我这儿。走。哎，我到了。差一个，差谁？哎，都到了。OK， 升级了这个。哎，抽奖。抽也不错啊，他会自动抽的，他自动抽的啊，自动抽。嗯，获得啊，剑体双手汤米，嗯，换手。我刚刚获得了个双手特技。装备技能，战地急救，三个技能。看一下现在能买什么？三个技能，一万鹰眼什么买不了。哇，好贵啊！现在才11级，我才15级。